帮你假装好兄弟男友。妈，这回准备待几天啊？啥时候走啊？咋的？撵我呀？你阿姨呢？这回找不着对象，我可不走了。不是，找对象这东西你情我愿的，我总不能上大街上随便拽一个当我对象吧？我看也行。哪儿行啊？你说随便找一个，我老公家暴我，完了我老婆婆看不上我，我还不得个儿一个人呢？找他，我看他挺好欺负。不是咋的，阿姨？没事，我夸你呢。哦，夸我呢？哦。啊，干啥呀？商量的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看你手机。手机？妈呀！你给我转钱干啥呀？真的，我给你转200块钱，你一天我一天对象，老这么下去不行啊！啊，我给他轰走得了。那我价也太低了，200太低了。办好了，我马上给你涨价。行啊。妈，实不相瞒，其实一直怕你不同意，他就是我对象。你骗我啊？真的吗，孩子？真处了，挺好。还叫啥阿姨？直接改口叫妈。啊。哎，好，还有啊？有，啥吗？你忙你的啊，你进来来，我跟你说事。你刚上哪儿去？说事，进入事。那个阿姨，你看这老夫老妻还整这一套干啥呀？我妈还我。这是阿姨给我改口费。我不给你钱了吗？你真当自己是女婿呢？还我。那不是你刚才说表演好了之后给涨价，就正好涨个价吗？表演不好吗？那是我妈给你的，跟我有啥关系？这不在我计划之内啊！我还我。你等会儿别撕吧，我给你还不行吗？嗯，给你。我不应该收这钱，没事，阿姨，我不应该收这钱了，给你了，我现在拿着了。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拿着，我不应该收这钱。别一次兄弟。